他选择不绝育。沈耀东，你选吧。你真能耐了，徐耀祖，你怎么选的还是不绝育啊？小何，你怎么了？咋了，老妹儿？小何好像生病了。那我去给他买药去。那，给你。辛苦你了，哈皮。你在哪儿买的呀？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就在门口啊！你听听，现在还吆喝呢。滚！很好吃的喽，哈皮的，来，哈皮的。来，这是哈尼的，给你。沈耀多，别着急啊，来，这是给你的，不吃完，今儿不许吃饭啊。